大家好，我是 B 方。我今天的 customer sharing 是 Mr. Lee。Mr. Lee 呢，一直以来都有口腔溃疡和舌头无法接受灼热温度的问题。那有一次 Mr. Lee 因食物的热度不小心烫伤了舌头，而伤口的疼痛让他好几天都无法像平日正常的进食。那我就建议他使用 15cc 的 Lyspa 含在口里，30分钟以漱口的方式来处理伤口，就那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隔天的 Mr. Lee 就可以正常的进食，伤口也不感觉疼痛了。那我建议 Mr. Lee 每天保持保健的方式，每天保持1至2个钟的 HSO，每天保持1至2餐的 CWP 和1包的 Altai，再配合 10cc 的 Lyspa。Mr. Lee 对那出非药物保健非常有信心，因容易、简单、快速修复伤口，口腔也不再容易的溃疡和灼伤问题，并可开心享用的美食，非常满意 Lyspa 的效果和改善长期口腔溃疡等等的问题，非常安心的使用 Lyspa，同时无需要烦恼去长期依赖药物来解决、控制口腔等等的问题。他非常感谢那出非药物疗法。